这个吗？慢。慢第一下就错。我说好，明明这个都看起来结束了。好痛啊！下面请欣赏周正更小心快问快答。哪一位是天堂运动达人？他。周正最骄傲的身体部位是哪里？A 小心出门最在意自己什么？三二一，手机。都可以，你这是什么？就是都可以的意思。对，都可以。对 ，everything。周正目前最珍贵的财产是什么？我不这么会知道。财产？周正。银行卡里的钱。啊？选修还是选健身？宵夜，是吧？你看他在数。可以啊，数完了，88个。对啊，数完了。来，接着问。接下来看周正当自强 show time。长发。长发。长发。笑起来好看还是冷酷无情？笑起来好看。化妆还是化妆？约会的时候喜欢去电影院还是喜欢宅家里？电影院。宅家里。难道你不应该是个子高吗？长得帅。你还好，来重来。摩托车。这么多问题啊，100个喽。100个？你们刚刚不是说瓜子才88个？哎呦，那来吧。来，三二一，比心，比心，比心。哇，来给你最后一次，三二一，比心，比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了？这是请大家喜欢龚小庆。周正。来，他。